知道君伦在这边想说给他一个惊喜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怎么可能？这这个太硬了啦！是会做菜的人哦。房子打开的时候，一桌满满的菜，那种感觉是让我很感动的。太棒了！我已经想要掉眼泪了，真的，男人都吃到枯萎，边吃边哭，可是又是很开心。想起多久没有跟家人一起吃饭？你看我应该很高兴，但本人并没有很高兴。萍姐怎么跑来了？听说有人要把我干掉啊，我就赶快来了。真的假的？我真的想玩呢。真的假的？你知道为什么萍姐今天会来吗？怕我取代她的位置。是哎，不可能啦，哎，不可能。你就那一瞬而已，你还在那边叫。你看我应该很高兴，但本人并没有很高兴。萍姐怎么跑来了？听说有人要把我干掉啊，我就赶快来了。真的假的？我真的想玩呢。真的假的？你知道为什么萍姐今天会来吗？怕我取代她的位置。是哎，不可能啦，哎，不可能。代班在高雄，你就那一胜而已，你还在那边叫，快点，走！我是中华队，我要赢过你们。娟姐，这不是全明星运动会，我们来帮忙了，我们来拯救你们的农作物。在一个小时之内，加起来数量超过1000棵。哇！可以来一个。哎，这个。啊！我这边超多，快点。对对，把它冲掉。哎哎，超多，你再冲掉，我都要少算300棵，跟你说。快点啊，吴先弟还差284。284，你们还不下来继续抓？王子说他第一次进厨房，我是也不是说第一次进厨房，就是说很少去真正煮菜。对，看到摄影师就有点敏感。你刚刚脱啊，第一天忘记，真的会忘记，然后穿上去，然后稳定了一下。应该要先大家稍微自我介绍一下。好，博哥你好，我是王子，我在红队，我是品浩，品浩，然后我是总冠军。哇塞，哎，你削了，总冠军被削了。博哥，我叫君伦，君伦，然后我也是总冠军。Oh, no.郭哥，嗨，我也是总冠军。我来煎一个祖传蛋。好啊，祖传蛋，我们今天有一颗就好了。平常没有在弄的，你不用弄的。我平常没有人就来这里弄啊。啊，你请问你是加油了没？当然了，难道油不够啊？够了，因为这种蛋就是要油很多，够了。我自己看他拿这些东西，我就觉得很怪嘛，在那边硬要弄，但我觉得 OK 啊，我觉得他可以为大家做一些他平常不愿意做，至少跳脱一些舒适圈。我们在等庾澄怀跟那个王子狗狗邱家日上吵架。哦，对，他们的吵架，他们很真实，让我们很羡慕。但其实不是吵架，是斗嘴。而且听到那个什么王子说他第一次进厨房，也不是说第一次去进厨房，就是说很少去真正煮菜。哦，对，你要煮船蛋，那超难念。家传。你说祖传蛋，后面还有橡皮筋。哦，等一下可以期待一下。之后会有什么？对，看到摄影师就有点敏感。你刚刚脱啊？第一天忘记，真的会忘记。脱完要穿上去，然后我定了一下。品浩不要，他说他比较闷骚。对。但品浩其实有慢慢打开，他现在已经没有，他被军人打开了。品浩现在不一样，现在不一样。他现在是军人的弟弟。对，现在一起同时讲一句话。3、2、1，好听！有默契啊，他没有。在我们的民宿里面，我们只要哼一句歌词，郭哥就会说好听。就算我们唱的不怎么样，郭哥还是会很捧场的说好听。有时候是进阶到有人打喷嚏，然后就哈啾好听。好听！不过你用两个字形容刚刚的节目，应该知道，好看。我们全部开车下去找你玩，你们可以开巴士下来啊。那我们感觉不错，去我那边可以顺便吃完饭，我们可以顺便健身嘛。要不要健身？
啊，不然，哎，我们要先缓缓啊。